身形什么的，对，完全就不相信还会发育。未满十八岁啊，我们在台湾 KTV 都要离开，所以那时候公司有人要生日的时候啊，因为生日都是刚过十二点的时候开始庆生，对，但准备要过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准备离开了。哈 ，KTV 的那么严哦，嗯，真的，对，然后就很乖的就走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 AK 要在现场给大家演唱的歌曲呢，也是专辑里头的主打 Help。白秋千红玫瑰好像不够完美，等待看见你的美，就像电影情节，只剩几分钟你还没出现，会不会剩我一个傻傻的等待着 Help， 别觉得我太心急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